三妹诺诺是有表嘛，原保殿莫非要算国家大事要与我相论呢？并非国家之事，狄青，我能体调境界。狄青啊，狄青，你打头滚啊！滚什么？三年不服，三年不服，你不是讲过，是过我哩，也是实在有才情。就连三世做皇帝，我若皇帝三个拢不抢，你就无条件配给我。如今你看，寡人这是什么呢？哈！回禀上官，你是女流之夫，怎有可能不是三个拢不抢？用兵何来呀？这你来理解。我是感谢我心爱的弟兄，我是感谢我今天认识你，爱我的一番良心哦。我回到了后，这边想过来，那边搁再想过去，我是我后妹才想起，我是我后妹来家去，家族为这良心无差的，后妹。用手啊，当掉，好老弟，好老弟啊！既然如此，就叫你收好头壳，快快并且收好啦！好来，班长夫人，上官，方才老臣有说，你两世人我是三爷五伯手，我这是要考虑晋江他。我讲过我要考虑，我无讲我要直接答应你。好。只不过是要考虑，要来你官人问你，到你官人最好做，你才愿意给我为开。果然皇上你用心良苦，为爱我的人格，任何代志任何条件，你都要答应我。不错，安尼是好。最后这个条件，皇上你留在条完成，我是无言可辩，晋江为开的。一心话。你条件都不止啊些，好，因为无达到个输赢啊。来啦，你都安尼调过官吏，官吏会惊你吗？今天哪是有条理，官吏叫休息这么大，会用心不明。我为着我心所爱的人，所有牺牲，挂着干万，你讲什么条件？回来，洪兄，这里爱我心中最后一个条件，你该听清楚。全国的亚裔开天宝，开天辟地，温柔天地人三界，自幼日头出现，自古传来日头当
边。